这是马达加斯加丛林馆动画片《马达加斯加》的主角呢，就是这个环尾狐猴。这是环尾狐猴爱吃的酸角，这个自动贩卖机里头有卖的。它是唯一一种呢在白天活动的狐猴，性情温和，喜欢群居，以树叶、花、果实以及昆虫为食。它的攀爬、奔跑和跳跃能力都非常强，可以在树枝间一跃9米。谢谢您的配合，祝您游泳愉快。欢迎来到马达加斯加。为了到马达加斯加，为了动物的健康，请您不要投喂鸡蛋食物。在游泳过程中，欢迎来到马达加斯加。为了动物的健康，请您不要投喂鸡蛋食物。在游泳过程中，请勿触摸动物。这是爬行馆，